大家好，我是英英，欢迎来到 Studi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英，欢迎来到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出去玩。来到了我们的饭店，然后我也把我电脑架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饭店的床差不多是这样，然后这是我的衣服。对，刚刚去了游泳，你们应该有看到那片段。然后这些是东西，对，它这里是中国励志饭店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算小间。然后这里我在放水，对，等一下要来泡温泉。然后外面的 view 好像听说是很棒的。好啦，那现在就是我们的牛肉面，这牛肉面超好吃，而且是用广东捞面，每次我来都会吃这个，很好吃。这是鸡腿，然后这个是海鲜的烩饭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下一个吧。好啦，现在从刚刚的餐厅回来。那刚刚我们吃的呢，它的面是香港的捞面，广东的捞面，然后它的肉也蛮大块的，然后还有它的奶茶也很好喝。每一次呢，我来这里都会点那个牛肉面，对，很好吃，是的。啦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要来剪片，剪别的影片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有没有夜景吧，可能可以拍一个 time lapse。不再管了，好吧，算了。好，那就好像就是今天的最后吧，那就拜。现在呢，晚上我们就在吃这个泡面当宵夜啦。这是阿 Q 头面，没有业配哦。这里泡面，大家。开来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吃泡面吧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从那个我们的饭店 check out 了。这饭店是阳明山的中国丽致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雅尼克梦想工坊，那我们就去吧。想任性，那就在片下方点喜欢，那不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可以让我开心589天。那我就谢谢大家，拜拜。